今日汕头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日黄线火车西行南往目前防控工作的通告，决定到创市高速公路收费站及服务区设置防疫服务点，到所有跨省运输站业点落实闭环管理，对所有省外日黄线市界火车西行南往及相关从业人员落实目前防控措施。政治部做好我市目前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三通挑工作。通告要求所有省外日黄线火车西行南往到日黄线站需提前24小时向目的地站业场所主动报备车辆车牌号、规划低线时间、近14日离居室以及全部西行南往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情况。上述信息由站业场所向属地村社区三人小组报告。通告方向和发生目前地区首都城市日黄线的火车西行南往，应提前来48小时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黄线，隔离低线后同一时间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所有省外入黄线火车西行南往，应配合大华市高速公路出口服务区及站业场所的信息测验及登记等防疫工作，服从行政工作人员的指引，落实开展相关工作。到达目的地站业场所，但未提有前来48小时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火车西行南往，应服从站业场所组织，立即就近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各站业场所对于省外日黄线火车西行南往发生密切接触的人员，实施核酸检测，五日一检。健康码、红黄码和行车卡带青号的省外日黄线火车西行南往，应严格执行我市相关健康管理要求。所有省外日黄线火车西行南往到线期间，如出现发热、咳嗽、流鼻等不适症状，应做好个人防护，同一时间向站业场所报告。站业场所应立即向所属村社区三人小组报告，并按相关规范指引处置。各高速公路服务区及站业场所全覆盖设立场所码。所有省外日黄线火车西行南往，应配合行政工作人员引导，严格扫码，主动正确登记相关信息。大火车司机张师傅甲同事努力在从湖南昆明运载一大车蔬菜赶往外市。明早，伊人来到外山高速路口，依据规定，伊人着落车登记相关信息，严格扫码，并出示48小时来个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我们是全力配合，我们肯定是全力配合，因为这个不管对我们个人啊，还是对他人，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这个防疫做得挺好。目前外市甲高速公路出口等，已按通告要求严格落实，做好防疫措施，提供相关服务，确保货运安全。首先，他们下来就要带他们出示那个扫码，出示月康码，然后查他们的有没有48小时内核酸结果，还有那个查看他们的行程卡，然后有48小时内核酸的就放行，然后超过48小时内的就要重新在这里做核酸。他们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解答，做好服务。明早，市区逸兴路一家烧烤店突然起火，现场火势直到看不顺，所幸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并迅速将火扑灭，事故无造成人员伤亡。市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当时火势未衰，滚滚浓烟不停往外冒，火势从一楼往上窜，导致二楼的阳台外窗、空调外机等也受损。据附近市民介绍，每早7点左右，烧烤店逐渐有火焰往外冒，当时门卡发现了挂部小汽车，情况非常危急。有个3、4只车，我就慢慢拍两脚个车打掉，哎，机来了。附近市民表示，事发的时候烧烤店还未开门营业，店内也无人。
昨日的造浆失火，大家并不清楚。穿了倒了，业主屋结尾屋来了都无病。据介绍，由于事发有早，楼顶好的住户看到睡梦之中，被惊了一大跳。所幸有人及时发现并报警，消防救援人员随后迅速到场，并将火扑灭。事故中无人亡伤亡。无人啊，来两只车咧，来了就交点木料就处理，就差不多五半个钟头。有市民也提醒，各商家住户务必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做到能走关火，出门断电，以免发生火情。昨日，市民小可反映，他伊开车经过市区华山永江路口的时候，他明在一只黑色的小汽车，竟然抓向个走位，阻碍通行，伊也因此报了警。交警部门接报后，迅速展开调查，最终涉事驾驶员贾某被依法处罚。小可答。早一头十一点左右，伊开车经过华山永江路口的时候，头前一只黑色的小轿车抓向走位，仿佛左右变道，阻挡伊前行。我要往右变道的时候，他就往右别过来，然后我要往左的时候，他也要又往左，就一路这样子，直到了那个榕江路口。据小可介绍，到了红绿灯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显示为红灯，大家拢歇落来等。所在立定倒了之后，几只车又干脆歇到个无安静。视频显示，当时隔壁车道的车辆已经开走，但几只车却无爱移动。自后半方歇有五六只车，再后来几只车干脆到直行右转道等半个左转。直到绿灯亮的时候，将近差不多有二十秒左右的时间，他就不开的。然后后面已经有很多车都在按喇叭了，然后他就一直不开。然后直到后面他就在直行跟右转车道上直接左转。根据小可反映的情况，交警部门迅速介入调查，确定涉事驾驶员为贾某，并通知伊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处理。当时不知道想要往左还是往右，在华山路口这里无意中随意变道，以后会注意绿灯的时候，当时在看手机不知道绿灯，等到后面车按喇叭才知道，本来想右转的，后来有事所以就左转了。对此，民警对贾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刚才通过对他的教育，也进行了这个罚款200不扣分的处理。希望广大车主们在行车当中也遵纪守法，按正常的车道行驶。现在有意识到危险性，这样做的后果会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以后会严格遵守交通规范。明早，到市区吊山路金黄西路口公交站附近，一名流浪横躲到非机动车道界交警狂上，直线前面为此报了警。民警的救护人员随后到场，经确认流浪的身体并无大碍。但据介绍，一名流浪在咩当场卧倒到路边，失去寸断危险，随后警方将伊带转去来，或者相关部门予伊救助。每早七点过，热心市民蔡先生经过吊山路金黄西路口公交站的时候，发现非机动车道的交警群顶边缓缓遇到一个流浪。伊上前确认流浪无生命危险后，报了警。随后，民警甲救护人员绕到现场，救护人员还为伊做了健康检测。他就等下伊倒到自己，你实在是等到种个非机动车过界过危险嘛。所以我就等下去拍了幺幺零报警，警察来的时候也幺二零又对来嘛。了来到家就是对身体可能是有警车还是怎呢？了民警也非常热心，也去问等下看到生意转去也未解，了问了龙伊龙单命，了个身体警车也感觉等下唔识得出会着大碍。了也去卫生又问等下去问伊买也等买嘛。为此，民警甲救护人员将伊扶到步道顶边个安全地带休息。每早九点外，记者到金黄西路口公交站附近一个启隆店门口看到一个流浪汉卧到步道顶边，看到记者后，伊就慢慢走起来。记者想起甲伊沟通，但发现流浪只能打出大概的身份信息。至于伊最近到底个来，爱去地个，以及家境到底个，伊即
毫无欢迎。你老家哪里啊？安徽。你贵姓啊？姓李。年龄有多大？63。热心市民蔡先生答：这个老人并无向路径乞讨，偶尔有便站起来，但行走十分困难，几乎每行三四步就拖一两步。而昨暝这个老人，我曾经回学到潮汕路万达广场附近个非机动车道顶边。老人究竟是长期到街头流落，还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精神残疾等疾病而迷途，目前仍唔清楚。但鉴于老人卧伫随时存到危险，蔡先生就希望伊个家人能将伊叫转去来，或者相关部门能开展救助。无咩有变惊就对，我是怀疑咱有可能有精神有滴个无咩得就对啦，有可能有食少，但是咱具体情况咱也唔知，希望咱有相关机构或者是过来咱来叫伊转去嘛，因为毕竟啦，即马路顶也是过危险，就咩你街道望得起个门卡口个院，也是落去机动车道，也是个非常危险啊。共享电动坐轮车为市民出境最后10公里提供了便利。当日冲到天皇峦广里冷顶门对，到此城管局嘅部署下，金平区城管部门甲共享电动坐轮车运营企业启用新兴管理模式，借助 RFID 即无线电射频识别技术，促使共享电动坐轮车使用者精准停车，规范车辆停放秩序，营造良好嘅城市环境。小批调到市区关系街附近，就落班经常使用共享电动自行车。伊答：过去经常有人随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卸到路边，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街面秩序也要乱。像这个路段的话，我之前经过的话，它是经常就会出现那个车乱，就是堆积，还有就是乱摆放的现象。这样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出行，而且也会严重的影响市容市貌。每天早上8点多到下午2点多都是上下班用车的高峰期，在这个区域很容易出现了共享单车的堆积、乱停乱放。为规范停车秩序，金平区城管部门甲共享电动坐轮车运营企业启用新兴管理模式，借助 RFID 即无线电射频识别技术，促使共享电动坐轮车使用者精准停车。就是在我们的车上增加了一个定位芯片，然后用户在停车的时候必须在停到这个停车线上，实现一个那个精准的定位停车。本次探索市境界精准停车技术，由金平区城管部门双处管辖该路段，到步道顶边铺设近100米门面停车线，沿好沿完共享车后，必须将车辆停到指定区域，甲感应线内，而且车辆必须甲感应线随地对准，正确度是控制到5厘米以内，实现高精准停车的管理。今天我来停车的时候，需要去到那个指定的区域，然后把车身与地面上的那个感应标签对齐。现在有了这个新技术后，可以促使我们市民朋友自觉地摆好车辆。金平区城管局指定出台共享电动坐轮车停放秩序日常管理方案，与五家运营企业代表签订责任制，将金平区域设为日间界1类、2类管理区域，实行分平分级。责任制管理，一类管理区划为16个敏感规划动植聚集点，每日7点半到9点，甲14点到15点，由各运营企业共同负责，对乱停放的所属品牌车辆进行规整清理，确保所属品牌车辆无需停放到步道顶边，不占用盲道，其余时间段纳入2类管理区划。2类管理区划是将金平区划分为5片区划，由各运营企业分片负责，安排区划装置人员进行窗天后流动巡检，对乱停放的所有品牌车辆进行规整清理，确保所有品牌车辆无需停放到步道顶边，不占用盲道。规整清理后，仍冲到车辆动作，而且其他品牌车辆占比超80%，
要根据由高到低原则，同在相关有影企业进行调配和清运。甲有影企业间，应当配置相应小量的车辆快速狂行。我们将积极配合城市管理部门提出的 FID 解决规范停车的解决方案，在车辆上加装了设备，使得车辆只能在规定的划线停车圈里规范的停车，超出这个停车圈呢，将是无法强制的去锁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精准的停车方式来倡导文明有序的用车停车。为落实共享电动车有影企业主体责任，经平区城管局花竹山引进非行张智慧执法系统，到执法车辆顶端加装车载视频，对违规停放的共享电动座驾车进行自动识别抓拍，并转交有影企业落实整改。我们通过整合视频资源呢和传感设备，自动发现并采集有关市容秩序、门前三包等城市管理问题，实现问题的发现呢的一种智慧升级，改善传统的一种监管难、易反复等现象，以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解决这种城市之痒，为城市治理与行业的规范带来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近日，有市民狂扬单。五台立交掉头车道，经常摩托车甲电动单车入境，因为车道较恶，险象环生。大现场记者台告，入境乱象十分突出，不少电动自行车甲摩托车因掉头车道入境，甲只小件细个车辆夹路相逢。记者小老仔，唔到十分钟就近十辆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入境。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市民表示，多几个路口经常有人加以备用的驾。采访伊的时候，就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掉头车道的驾落来。没有去前面掉头太麻烦了，我走边上啊。每天都有，主要是那些人去下面掉头太麻烦了，然后这个天桥又上不了这些电动车什么的，然后那边天桥又都还没开通，那上面又来一个逆行的，很多。个附近市民狂扬，五号路山路口正经南北向封闭后，五号路实行闯天快速化，当电动自行车跟摩托车通行就误到了麻烦。一撮车主为图方便少绕口，就上到到掉头车道入境。到了电动自行车，还有汽车也从五号路入境开上五台立交掉头车道，还有市民到街路灯两速跨越隔离栏。会创白路，特殊十分混乱，险象环生。对此，有市民表示，为了划窗，花时着遵守交规，各种的惊。主要是那边过来不方便嘛，这个车子这么多，这个路通了，那个车流量大了很多，大家注意一点啊，反正这个安全第一啊，是不是？尽量绕一点路。如今扫码点餐好上强，但强制扫码点餐可能触碰法律。最近，四川德阳一家火锅店就因为强制点餐、收集顾客个人信息而被告，最终火锅店被判侵权。涉事火锅店位德阳市区，当时消费者罗某到店来就餐，提出用抓只菜单点餐的时候，被服务员拒绝。为啥服务拒绝？服务员未经罗某同意，就使用罗某的手机关注该店微信公众号抄袭点餐，甚至获取了罗某的微信头像、昵称、地区和性别等个人信息。罗某认为，火锅店私自收集个人信息，既不合法也不正当，于是起诉到德阳信阳区法院，要求火锅店上得个人信息赔落道歉。法院经审理认为，罗某到火锅店就餐，并无必要提供甲餐饮消费无关嘅个人信息。火锅店强制收集罗某嘅个人信息，违反了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嘅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嘅法律规定。最终，法院支持罗某嘅诉求，要求火锅店上得获取嘅罗某嘅个人信息。停息当。未少人拢误交过本身嘅强制扫码点餐嘅情况，
并且不去注意商家的行为。这样子从法律上来打，消费者往常有理由各做扫白点餐，如果餐厅强迫扫白，将面临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风险。一所餐厅要求顾客必须扫白点餐，原因不予理解，无非就是借此增加风险，方便推广餐厅新政策，以及通过大小格有针对世界调整菜品，更有利于经营，却给顾客带来了潜在风险。因为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导致信息被冒用，甚至容易非法活动。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商家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必须得交其同意，否则就是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二是欠我件，就是对这座商家强制顾客扫码点餐行为的警示，希望广大商家以此为鉴，避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这对消费者来讲，爱提高个人信息保护能力，增强罪犯意识，多逼商家加强自律。